姚哥。啊，我们今天来做什么？今天有一个韩国佬想要带我去改造啊，他讲我的发型太老土。OK OK， 好吧。You haven't shown me the picture. Trust me. I only trust you. Trust you. Oh. Okay. Oh. Close. Trust me. I sleep my car. You sleep? Kitchen? 他把你落下来，然后他自己走了。把你摆上台。表哥，点解十时间会冇水咧？水费唔使钱啊，我哋分嘅。改造后的表哥会成功的成为欧巴吗？You pay already. 又是抢这房钱。你很紧张嘞，很怕了，睡干净了，看好戏的脸。今天又来带你拉马蛋不费，日本一点。哇！对啊，你鸭肉、冷蛋、鸭肉，还要没拉马蛋，又来个烤全羊。这个很全。海鲜，哇，这个哇，啥的？泰国产、印度产，哇，这个咖喱量哇，中国产，几斤啊？最好名啊，日本一点。哇哦！咋办了？咋办？你炸过来了？还有比较多。还有 organic 菜，听讲这个是这边的招牌，一定要吃的。还有他的猪鸡母伦，你什么猪鸡母伦？今天带了个台湾的小姐姐来吃，一碗。欢迎。香菜、那个、香菜、香菜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这，再见。OK， 我给你上了。OK， 不一定要。来，先放好。哇。collagen 哇，很厉害，很浓很浓的。啥？哇，团团圆圆了。北京呀，哎呀，没了，这个吧。这个不费错吧？在 ranking， 你们应该是拿头吗？它食物的品质真的都很好。有进步了，又幸福又醉了，全部都有。哇，很幸福。是很贪吃的人，就是很缺爱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在用这种幸福感来弥补自己缺爱的感觉。其实吃东西吃到很幸福，就是你吃东西吃到很幸福，越幸福你越幸福了。过来了，饱了。对，我们是西湖水上餐厅。他们来，他这边呢，有的吃电锅，有的吃烤的。到了，我的陈总到了。三八来的。今天叫两个肥温，三八来的。今天带了我的陈总来体验一下，吃冻螃蟹，就是一人份一人份的，吃这种需要用手吃，可以吃到大自然的味道。你看，吃海鲜这样吃啊。我的黄总吃不饱，我们特地点了一份炒饭，这样一分79.9，又螺又螃蟹又虾，这样一找，哇，嗯，是不是特有一杯板住了？我就觉得很好吃，脚是小了一点，但是一样还是很新鲜，肉还是很足的，嗯，黄总准备嗨呀！沙白好不好吃呢？就只是看它里面有沙了。龟甲贝本身比较好吃，贝尔贝的味道很重，你看几饱满，哇！看了，一包就出。你看那种贝尔贝的，我饿。
谢谢你。那讲是的哦，这样子啊，像野人这样，知道放飞自我，而且回到大自然，拥抱大地，拥抱我们的母亲。所以你们几个会给药，没人就会给药了。现在就给药找你吃饭了。Thank you. Best of the night， 今天开场是更脆的，可以再来一个。小妹 Pinky， 谢谢。Yes， 阿萨青。要我们等一个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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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我的沙里锅，以后你们去到阿西的马本部叫沙巴奇的方面，看到他的话快点找他，他会给你们抄。谢谢表哥买，谢谢表哥买，一定要来这边 support， 很便宜，如果你用 Queen Reward， OK， OK， 跟着表哥跑，生活没烦恼。